我走过99个乡镇，台北101前，澎湖花火节，台湾中心南投，屏东大鹏湾灯会，东海岸花东纵谷，每个城市都曾有我驻席的身影。每周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们，无论烈日当空或是大雨滂沱，他们总会克服一切困难，把我打开建好，成为一座寺院。有时会积水，有时刮大风，他们会一直守护我。当地的乡亲朋友会好奇地看着突然拔地而起的我，会虔诚地步上阶梯恭敬合十，会点燃清香一炷诚心祈祷，会满怀感恩收到一箱可以度过危难的爱心。很多来自台湾各地的艺术家会用最优美的舞蹈、最动听的歌声、最绚烂的技术、最感动的音声，供养自身的才华，为这片土地、为这个地球、为每个你、我、他来祈福。就这样，在台湾的土地上建造了99座寺院。下一站会是第100座。我缘起2004年横信嘉措仁波切的环岛拜佛忏罪代生宵夜，2018年希望用菩提善行种下菩提忏悔，祈请南无第30多杰羌佛、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为国泰民安，为世界和平，为一切众生祈福。我是行动佛殿，感恩99，百丈前行，一起